暌违13年，终于又重新开始卖的麦香鱼堡，就是麦香鱼。韩国13年前就没有在卖这个了，它有单层的、单层的，然后也有双层的。双层的单点是5700。跟台湾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现在看它的长相，嗯，长得可是一模一样的。多看多看，嗯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啊，跟一模一样吗？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哦，谢谢。连吃吃看，连酱也是一样。哦都没有那种超值午餐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是啊，已经是往事了。对，我觉得麦香鱼里面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的酱。可乐不是像这么小杯，它可乐巨大杯啊！而且今天穿那么漂亮去赏樱花呢，结果呢？结果没去了。我们去吃豆腐鸡解压压惊，傻眼，然后结果这里关门。人生最惨的都是樱花没想到，豆腐鸡没吃到。笑，还有麦当劳 hotel motel， 我要笑死了！天啊，像船一样的车子来了，我吓死了！这个是我们刚刚加点的那个，还想说很小一个，麻油香鸡块吧。这些豆腐鸡，然后我们加了那个汤面跟欧丁。酸满海苔的豆腐鸡吗？这年糕是我喜欢的年糕，9000，蛮便宜的。因为我拿了还是没有吃完，我们还是吃不完，三个人吃不完这一整。等下扣包那个美男子加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喜欢，对啊，喜欢美乃滋的同学，也就是像卢南一样，就是他喜欢唐木吉的同学，对，可以暴风式的吸入，他也这个唐木吉居然吃了2盘，我觉得天哪、啊！好吧，那我们回家路上买冰棒。这位女子现在22度，穿成这个样子。今年比较早掉光光了，整片的樱花，整片的樱花耶！大家千万不要来樱花，真的，就是不要像他们这样，对，或是也不要像他们这样，这不行，我真的觉得不行。对啊，就是即便它是垂下来的，大家也不要去拉它们。这边围绕着一圈，大家真的不要，真的要爱惜这些植物啊。那我们去下个地方看咯，下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太多人了，好，我们再去另外一撮好了。Go go， 去那一撮。好，这里真的超漂亮的。对啊，大家真的不用怕来，就是樱花拍照的时候，就是有分男女，就旁边的朋友也拍得很开心，就是很尽兴，就是不用怕，真的不用怕。没错，真的超美的。还行，我让你跟帅哥一起拍照。对对，满足吗 ？OK。好，只是下了一点点雨。对，那明天因为可能今晚就会下雨了，这些应该明天就没机会了。对，今晚应该这些樱花应该都会掉光光。今年所有的樱花特早开，真的特早。可能真的很热吧，对啊，今天真的蛮热的。对，今天22度哎，然后这位女子还穿这么厚呢，早上出门有点凉啊。天啊，她打樱花了，不行啊！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，真的要再三的提醒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喽，拜。还没掰好有没有？对，掰。哎，前面有星巴克哎，我也看到星巴克了。
星巴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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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巴克。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马始源的家，马始源。大家喜欢 Super Junior 的谁呢？我最喜欢的是始源，我觉得他超帅。你呢？我没有特别喜欢的，对不起。如果要选一个呢？如果要选一个，我妹很喜欢银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种独特魅力吧。啊，银赫很会跳。哦，也是啊。哦，我妹很喜欢银赫。然后我也蛮喜欢宇宙大明星的。西特，耶！我们点了凯比汤中粉的，然后很多小菜，然后露娜最喜欢的钢丝酱料，超多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块的骨头，然后有肉，然后还有金针菇一些叶子。开始在啵啵啵啵啵，马铃薯，哇，是有没有很厉害呢？等一下来炒饭哦。我不喜欢很焦啊，不很焦，湿湿的炒饭，但它有紫苏叶哦，有点像稀饭。就是他还没收完呢。完事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4月4号，然后久违的早上出门，我们要去宏大。然后露娜早上先去一趟南大门，我们直接跟他在那个一之路那边碰面。天哪，我们没有人，没有人呢、欸。你看，很迷你耶，这是几毛的、啊？十块、啊。嗯，耶。Home day 看不到。哎，今天天气超好的哎、欸，你看这个云朵。去年来岩南洞是什么时候呢？我去年二月啊。二月哦，那我比你近一点，我是去年夏天来的。可是我住韩国，笑死掉啊！有个久的哎、欸，超久的，半年啊。嗯，来这没事啊，不知道来说要干嘛。今天又不是我吵着又说要来，我也不又不出门了。大概一年不会来。这是什么？车子？是小老鼠吗？假的吧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？真的。它会动哎、欸。车车。很多哎、欸、，Donuts， Randy's Donuts。找什么找？那个砍方这么大，这么大，我笑死！一抬头就哎、欸，不用找了。超多人外带、欸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就是排一下应该就是。买很多哎、欸，真的。是怎么样？很好吃是吗？我去好。便宜耶，合理吗？这我们等一下来挑口味，买个这个好，一人一两三个，对对，不要分太多，三个也很多人，会肥死。对啊，可能都。哦，琼干菜是呀 ，MM 한나요，可以。对，哎，有个对他的呀，对。38,600원입니다。对对对，笑死我！我买了五个大的，一个小的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，应该没有错。好好笑哦，然后就莫名其妙买18,000，笑死！过去，
樱花纷飞啊。哎呀，前三后四，前三后四，前后前后前前后后。哎、欸，这张好好笑啊！对啊，笑太开，叫你不要笑太开。是要吃这个？对，好，加一个安巴特在打，这安巴特不要打，笑死掉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，你敢吃吗？喝一点。是 Americano 和奶酪，ice latte 呢？超可爱的。笑死了！我们点了一个，这个是黑芝麻的蛋糕，然后这个是 unbutter， 露娜的最爱。对。对，是我们喜欢的那种。对 ，Stamp Coffee。我觉得你今天擦这支口红很好看哎、欸。表情料。这个是我买的。开始吹吹。嗯，这个很推、欸，这是植村秀的。它虽然是雾面的，可是不会很干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很干。嗯，是这个 N B R 784，我今天也是涂这个颜色。屌死掉！这个推推，我要买了类似两个颜色。人还是好多，两个本来还要去吃咸食的人，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没有办法，笑死，给我水呢。可男家请吸引米糕，没有错没有错，刚可是刚刚里面是男，男家还是可有家请吸引米糕，还是很得到哦，好可爱哦，阿婆哈的哎，嗯，好久没来这里了哟。改成这样我也没有来过，对啊，网络上看到这边也都是改过了、啊、之前还不是长，之前这里是停车场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它脸不一样哎、啊、对啊，前面是微笑跟嘟嘴了，请问钱是这样花的吗姐姐？他没钱，然后在那边给我夹娃娃，太难了。你看他这都靠腰，怎么就这样夹了？哎、欸，你要看时间，你要看时间，完全没看到时间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刚刚是没注意到时间。我真没看到，他太快了啦，太快了啦。嗯。三、哦、八、七、嗯、六、三、四。啊，卡住了。我觉得再一次就可以进去了。笑死